Ahí se va. Vamos, le tengo más.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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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细路女唔识嘢，等我慢慢教啊嘛。叶华姐，好耐冇见啦吓。诶，青哥俾嘅仲唔攞走？青哥，恭喜你喎，赢咗官司。叶华，我真系服得你好紧要啊！我哋兵改嘅当晒老肯，出边啲友咧排住队嗌佢做大佬嘅，因为唯独是嚟到呢度见到你，做到你观音兵嘅话，边个系我哥啊嘛？佢惊我俾人虾，咪成日嚟睇我咯，系咪啊？边个？边个嚟咗啦？上天台系，有啲嘢送俾你。哦，你个打靶仔啊！我抄极都抄你唔到，我几惊我今朝出庭俾佢毒死啊！笠咗佢翻嚟成十日噶啦，死仆街仔啊！毒我啊！我睇你嘅胆有几大！喂，你慢慢玩，出完气之后交翻俾你搞，手脚干净啲啊！定啊！龙叔，咦，阿兵，好耐冇见喎，身体几好嘛？依家睇你啲后生点揸桩噶啦。搵我有嘢？冇嘢，嚟睇下个契女啫。听话你喺度咯，我搵你倾两句咯。呢期搵好多喎，咁你生意归晒边，啲嘢除要货都系搵我攞噶啦。阿兵。听闻你对伊凡有啲意思，佢最近咧同我倾偈嚟，佢话唔想识男仔住。知道啦，嚟宵夜。边个做噶？梗系丧青啦，我已经叫佢干净啲噶啦。喂，你癫咗？快啲走啦，差佬到啊！我哋行先啦。K人，嗯，我讲咗噶啦，仲挂住嗰条差佬啊？有冇见佢啊？成年啦。佢好似人间蒸发咁，我揾唔到佢。哇！头先空中飞人真系过瘾啊！大佬，你好似嗨大咗，不如等我扎好嘛？死哀啊！我顶多几行都得啊！好潮嘅老婆好啊 ，Tell， 都翻到屋企啊，你仲惊咩啊？食屎狗喺我屋企唔得摆阵，即系同我拉。车牌身份证啊，唔该。我冇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死开啊！而家怀疑你醉酒驾驶，
想幫你做個酒精測試。死！快快你老母試啦！唔該，你合作少少。合作？我唔合作又點啊？你吹啊？得嘅。关我哋咩事？黐线！啊啊啊！唔要！冇事嘛？陈志贤。点钟啊？听唔使翻学咩？嗯，你得学校咧水运会啊，咁我哋又唔好方便，所以就唔参加啦。又方便 ？F4 又嚟咗啊 ？F4 out 咗啦，近排系最 in 嘅组合啊，就系1987啊。1987咩嚟噶？佢哋24个，得1987噶，好靓仔噶。我哋系加咗歌迷会添啊。歌迷会使唔使搞到2:00先翻嚟啊 ？Uncle 啊，我今晚可唔可以喺你哋屋企过夜？寫了名字啊？嗯。好啦，叮翻嘢，叮翻啲嘢俾你食。打電話話俾你媽知，話你今晚喺度瞓啦。佢過咗大口道歉喎，冇開電話。咁你阿爸咧？我由細到大都未見過佢喎。聽你講臭女經，你悶唔悶啊？你哋未做人老豆，點會知我感受啊？你下管都咁行啊！我係你阿女驚啊你啦 ！PC9388報到 ，Sir， 我係由飛虎隊嗰邊調過嚟嘅新同事，我叫排骨。坐啊！你咁大隻叫排骨？我細個嗰陣好瘦，俾佢哋叫慣咗。大個之後，佢哋一直都咁叫我。飛虎隊嗰邊阿頭強哥成日提起你。同我講文哥，你以前係神探，破過好多大案。呢啲係以前嘅事啊，而家冇用啊，老啊，日日翻到寫字都行嘅。點會啊，文哥？梗係啦，而家 A 天當集，佢哋話頭條 Tiger 帶住班僆個個戴黑超，似 model 都攞去似差佬。我哋 B 天一個都極受傷，而家剩翻我哋兩個，你係三年入邊第一個調過嚟嘅新同事。我係專登要求調過嚟跟文哥學嘢嘅。其實後悔嘅喎。
文哥，我探到啲勁料翻嚟。嚟緊咧，我哋呢邊會有新嘅警司，叫古國，係副處長個仔嚟。又點啊？即係話三個月之內咧，處長咧就會退休，咁啊副處長咧就會上任。咁嚟緊呢個古國強咧，即係話未來太子嚟。邊個係頭都冇所謂啦，我哋咩都要做嘢。姐叫咩啊？早餐店。早餐店。文哥，條女急緊我。靚仔啊嘛。文哥你睇，頭先喺茶餐廳條女仲喺後面跟緊我，而且女仔真係好主動。係啊。成條街啲女都暗戀你啊！早晨，早晨，咩林哥，你好，我係重案組 A 隊陳富威督察。你應該就係 B 隊嘅張博文督察。你好，我係古國強，新調嚟嘅警司，希望可以合作愉快。古國強，係啊，我個名字男性化啲，你都可以叫我 KK。我爹哋成日提起你喎 ，Jason。多謝多謝 ，Madam， 係時候上去開會了。OK， give me 5 minutes， 我換衫先，會失業。但根據線報，唐青並不是第一個失蹤的社團大佬，速龍、金毛輪同埋大隻熊都已經失蹤了一排。因為呢兩年咧，我哋嘅卧底行動做得太好了，所有黑社會大佬個個著曬草，一係匿埋喺泰國同埋菲律賓，有咩唔出奇啫？但就是我哋卧底嘅消息顯示，佢呢排啲屋企人好似都唔掂喎。當得就當，賣得就賣，你哋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咩？張實，你點睇？唔想亂估啊，等有多啲資料先定論。Madam 啊，我睇唔使勞煩阿文哥噶啦，文哥係我哋 O 記嘅寶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啊嘛，將呢 case 交俾我哋，一定冇問題嘅。我哋警隊講求嘅係團隊精神。不需要個人英雄。而家 A B 隊分工 ，A 隊負責上清單 case，B 隊查其他三個大佬失蹤嘅事，有冇問題 ？Madam， 唔係呢單 case 火咗，我唔介意接受你嘅。唔好怪佢啦。三個月破了三單大案，人係飄啲。聰健當然重要，對經驗都好重要啊嘛。張 Sir， 叫我文得啦，我舒服啲。文哥，你認為呢幾個大佬嘅失蹤有冇關係？睇怕都有啲關係啊！第一，呢幾年佢哋全部揾咗唔少污糟錢；第二，全部都被警方拉過嘅。證據不足又告佢哋唔走。第三，喺字頭入邊出咗名霸道，唔講道義，啲僆仔啊都唔尊重佢哋。而家佢哋攋咗嘢都冇人理。我有一個大膽嘅假設，好多 case 啊，都係一個大膽嘅假設開始先可以破到案。就係今次呢單 case， 唔係古惑仔鬼加鬼，而係老人阿叔。心啦，唔俾錢，肯定撕票啦，一定我扮做嘅，我哋幫幾個攬翻嚟打交換咯。咁啊未必，放清咁多仇口，未必係我做嘅。你幫人啲大佬翻嚟做乜嘢？算啦算啦，冇咁大件事啦。唔假，我哋咪好冇面，咪係咯。啊，同我嘅大雄啊，都失咗蹤兩個幾月啦。我都收到風，要俾1000多個，人都未放，不正撲街。龍哥，你幫我揸主意啊！只要放得阿清出嚟，我點都得噶。我真的以為我教曬你啦，龍哥。喂，
送我嫂翻去先啦。嫂，我走先啦。我可唔可以睇一段片啊？看到了什么？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我做衫那里。是吗？Eva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好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契爷，我先走了。吃饭了，兄弟，还没收到钱，讲商量先。攞到先啦。我哋未见过噶。食啦，唔食算数。我食。你的心再放不低佢，我都已经将佢整到烂成咁。可惜同佢有缘无分嘛，系咪？我专登留翻低唔抌走佢，我就系想睇下你仲会唔会挂住佢。唔好乱咁谂嘢啦。攞曬喪清啲錢之後，我哋一齊去歐洲，生翻個 B B， 以後都唔再翻嚟。飲湯啦！这两人哮喘又严重了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不舒服记得跟我说。是时候联络丧亲老婆交钱了。他们有枪是危险人物，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，如果他们求财的当然好像以前大富豪去标些有钱佬，但现在不是，单单都标些堂口大佬，我想这班不是普通悍匪。是不是普通悍匪大家都未知，你来报案就对了。老婆，叫丧亲的老婆来落口供。
龙叔嚟咗啊？文哥你又唔系啦，咖啡摊冻晒都唔整个杯热嘅俾龙叔。佢嚟报案。睇下咩啊？有嘢睇啊？龙叔，好多谢你同警方合作啊！多谢 David， 带龙叔过去嗰边重新落个份口供。落紧口供啦，文哥啊，呢单 case 系我哋 A team in charge 嘅，冇谓劳烦你老人家啦，系嘛？咁系咩意思啊？阿全，你用咩态度同我讲嘢啊？吓，文哥，你唔系啊嘛？你咁样教啲人嘅？小朋友反应几快啊！我本来谂住俾个机会你跟下我，而家你唔会有机会嘅。我就系会跟一啲我值得尊重嘅人，不过唔系你。好啊，你两个仲唔带龙叔过去嗰边攞工 ？Yes sir, yes sir。我手上，你唔使紧张。你个手机号码系咪9837 9837啊？系。带埋手机出嚟，我会教你点做。我要同阿青讲，你屋企全部都系警察。出嚟先讲。喂。佢哋都好熟悉我哋监听程序，都喺度计紧时间。咁我而家应该点做啊？佢哋会唔会虐待我老公噶？清嫂啊，你照佢呢句说话去做，我哋出边会有科技保护你。1000万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啦。加大1000万，因为你唔守信用。我边有咁多钱啊？你哋有3间屋，仲有3000万现金，卖直头鱼，啲钱真系好赚。我3日之后再打电话俾你。如果想见到你老公有命翻嚟，一定要撇甩啲警察。如果唔系，下一次你唔好再见到你老公。快！出咗事啊！乌蝇飞走咗，睇第二。走。咖啡啊，唔该。喂，我有事啊。冇，我哋倾下偈啫嘛。唔介意嘛？读于嗰阵时我都食嘅，不过之后发觉睇到地方唔食得，我索性戒埋啦。叻啦！哦，我戒咗6次都唔成功啊。可能你唔够决心咧，又或者你有啲嘢放唔低。边个教你噶？读书嗰阵时，我有个男朋友，我同佢分咗5次手都分唔成，次次都俾佢氹翻。咁即系点啊？真系我打咗佢1镬，听歌都断埋，咪分咗手咯。使唔使咁暴力啊？解決唔到啊！你睇得出啊？泰格唔聽你支笛咧，佢個人咧就比較自我啲，但好做得嘢喎。我就係驚佢自信心爆棚啊！首先單嘢，我真係有啲保留，因為我哋始終都摸唔清楚對方個底。既然交熟
三日后，我希望你哋 B 队可以暗中参与呢次行动。如果你是他们，你会要求在什么地方交赎金呢？5000万现金，全部碎纸，体积不会小。普通的绑匪一定会揀人多的地方落手，方便逃走。不知我们警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开枪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绑匪，未必会这样做。交钱的地点一定不是多人的地方。我哋嘅目標係贖金，盡量喺唔傷害無辜市民嘅情況底下去完成呢件事。佢一定要求喪親嘅老婆不停咁轉換地點，香港、新界、九龍，令到我哋唔夠時間去部署。佢哋走嘅路越多，就會越煩躁，越煩躁對我哋就越有利。我哋自己一定唔可以亂，一定要冷靜。令到他们没有包足老鼠的优越感，他们就会紧张，一紧张就会出错，一出错我们就有机会拉他。Eagle，你照教在高位，阿彪阿辉，你两个是入去重案组的电脑系统，我要知道警方全盘计划是怎样。Ken，听日你照计划行事。这一次直觉告诉我知，我们遇到对手。点啊，忙唔忙啊？忙啊，呢一排咧，坐低先啦。啊，好啊。小心，几时生得啊？哦，仲有两个月就生啦。阿心做咩唔陪你嘅？啊，我都好耐冇见过佢啦。哦，我仲以为你同阿 Sam。啊，我老公系台湾人啊。嗯。我买只蛋糕啊。哇，多谢晒。哎呀，多咩谢啊？吴 Sir 他们出去做事啊？是啊，所以就帮他整埋啲文件先咯。你点啊？我斟杯水给你啊。点啊你？哎呀，差啲近死我啦！不如咁啊，我做埋啲嘢，同你出去行下。啊，好啊，借先啦。嗯。都成11:30啦，仲未打电话嚟。急都冇用噶。喂，2000万准备好未？准备好了，即刻攞钱出嚟。去边啊？去中环，我会一直联络你。我一早估到佢哋会拣人多地方交赎款。Tiger Colin 燕子白加麻雀乌鸦秃鹰凤凰。大爷出咗发，你哋分段跟住佢，唔好俾佢走啦。唔使去中环，去尖沙咀。喂喂，唔好停！燕子、白鸽、麻雀、乌鸦、秃鹰、凤凰，唔好跟太贴，佢哋可能都喺度跟住大爷，唔好俾佢哋发现。真系何来道？何来道？单程路嚟嘅喎。
两边截住边个走唔甩。喂，我已经到咗河内道啦，攞埋两袋钱去地铁站。好，落地铁站。喂，唔使搭地铁，搭巴士过海。赵根啊，赵根啊，上咗巴士啦，落车。而家点啊？过去坐地铁去中环，入北打巷出口出。他们带我来花园，你们一个二个都饭桶。对方当我们马骝那么无，他要断我们用车筋，要我们用脚筋。喂，我已到不得好出口了。由蘭桂坊上嚟，一直行，唔好停。系蘭桂坊啊，系嘛？仲未系蘭桂坊嘅單程路，唔易甩身。梯筆仲要上啲，我哋上上邊啦。佢要我哋喺中環跑山，跑到上半山，喺半山郊嘢，跑到上半山啊，人都癲啦，判斷力就會低啲，對佢哋有利。平时行街五六个钟头，你都行得喐。如果唔想见你老公，你就唔好行啦。唔系啊，行啊！究竟去边啊？想去荷里活道文武庙。翻条楼梯直上，泰格真系有料到，冇 bad 粒，同我哋一样，冇跟大队走，确定地点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到现场。一阵间啊，冇我柯谭俊开枪啊，呢度明哥。看到前面的货车，看到，将啲钱放在货车下面，将部手机放在钱上面。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他们看得清楚，一定是大厦高层或者是天台。
都系望唔到上面有啲咩咯。咁而家点啊？我觉得有啲唔妥啦。依家咩情况？我嚟攞食货。佢哋一定知道我哋喺度，所以唔敢出嚟。因为佢哋会喺度噶。吓 ，Madam， 系你通知佢哋噶？冇理咁多啦。而家点啊？架车好古怪，我去拉嗰两个人。你两个绑住 Madam。喂 ，Tiger， 你边个？如果而家重案组靠你呢个饭桶，就真系挺黑米都得啦。够胆你行出嚟啊！睇边个系饭桶？好，我数三下，一、二、快走啊！文哥，有 Q 用咩？我呢枪射唔到咁远噶。喂，有咩啊？快走啊！走开，走开！向前开枪啊！揾紧感觉，咩感觉啊？揾紧多年嘅感觉。咁你揾到未啊？仲有啦，仲有啦，仲有仲。冇枪法，走啦！唔得，我要做低佢。开得枪，开得枪。气晒！班人根本就唔系绑匪，简直就系军队。
我覺得佢哋似飛虎隊啦。仆街！唔好再打啦，再打救出人命噶。咪当帮二牛填病啊！你放咗我，包我记嘢俾你听，冇认罪。你一做咪认得我啦？认得？你点啊？以前条仔？收声！你唔想知道边个杀死你细佬嘅？大佬，大佬，诶，一企屋，你听我讲埋先。嗱，我咧每日就拉咁多衰人。法庭就同我全部放晒佢，我中意作个女人，佢就话我同黑社会有关。咁你话我做差人仲有咩意思？根本唔系你咁谂啊，哥，你系警队骄傲嚟噶。嗱，你企好啊，我出自驾车。你讲，你应承放过我，我一定过。你放心，你放咗我之后，我即刻离开香港，我一定唔会抛你出嚟嘅。我死咗之后，你一世都唔会知道。好，我应承你。冰王，唔单止你细佬，张博文嘅老婆都系佢杀死嘅。逼佢入去。冰王，你帮冰王啊！佢有陈柏英身家，你帮佢一个，我帮十个我。阿 Sam， 你冷静啲。今日呢件事已经搞到好大啦，伊格又死咗，你就收手啦。你唔好再去揾冰王啦，好唔好？我为咗细佬件事，已经查咗成年，而家收唔到手。但系而家冰王嘅势力系最大嘅，我哋冇咁容易捉得到佢噶。我想静一静。生日礼物，兜翻转啊！太贵重啦，我唔会要嘅。你唔中意揸嘅，咪叫工人揸去买餸咯。有心就够啦，你唔系已经送咗花啦咩？我想有啲嘢喺你身边啊嘛。就呢样。多谢你。有意思啊。是我对你唔住，
我以为你呢一世都唔会再见我，我令你失去太多啦。我唔捞啊！我唔在乎呢啲，因为我太多仇家，我已经害死咗我细佬，我唔想连累你。我唔怕，只要我可以同你埋一齐，我咩都唔怕。有件事我想话俾你知。我已经同阿 Ken 喺埋一齐，咁你仲嚟揾我做咩？我想你帮我，我要帮我细佬报仇。我边有能力可以帮到你啊？你有，我要揾嘅人系冰王。睇下点啊？嗰种危险期，但双脚保唔住。唉，今次佢哋输得惨。咩洞？中枪嗰个到底系咩人啊？上头而家就系因为呢个人好紧张，系前飞虎队嘅狙击手，啲纪律唔好俾架职。前警员，文哥啊，你今次一定要帮我。我得三份啫喎。只要你肯帮手，任何人随你调动。点啊？唔使翻屋企咩？仲咁够胆同我去追1987啊？我老豆呢几日都唔见咗人啊，佢就系摆低咗啲饭钱喺度咋，我先唔惊喎。你哋都知1987喺度，老阴啊？做咩啊？跟我过嚟。你又谂到咩事叫啊？跟我过嚟先啦。唔好意思啊。佢哋喺上面做紧嘢，你哋上去会阻住佢哋。得嘅，真系唔得啊！对唔住，唔该，姐姐，对唔住。小姐唔好意思啊，而家唔上得去啊。我住喺楼上噶。哦，唔好意思啊。阿 Sam 唔喺度。系啊。重案组啲电脑全部熄晒，入唔到去添。唔好理住啦。我哋可能要搬啦，头先楼下有好多歌迷，可能仲会有记者，呢度唔安全。咁我打俾 Sam， 叫佢哋快啲翻，你睇下先。嗯。依家呢度上面就系噶啦，我哋爬上去咯。你傻噶？垃圾堆又咁高，做咩？想宿舍？你傻噶你我？上去俾你睇先啊！你快啲上嚟。喂，你得唔得噶？得啦，你顾掂你自己先啦。厨房嚟噶，我哋咪去错地方啊！唉，人哋话录音室黑麻麻噶嘛，好嘈啊你！俾啲食叫听到啊，实抛我哋走噶。知道。喂，有话声啱啱。我俾人绑架，我惊。你有冇事啊？
听清，你点啊？快啲执嘢撤退！绑匪有六个人，五男一女，包括之前死咗嘅追击手。其中两个男子，一个系拳手，一个系电脑专家。个电脑专家唔似旧伙计，喺电脑方面去着手。其余一男一女，应该系夫妻关系，或者系男女朋友关系。其中一个有哮喘，男嘅应该是首领，年龄介乎40至45左右，女嘅呢介乎30至40左右，叫情报科在这方面去调查。Oh my god， 点解你会知道？擘大眼都看到啦，系嘛？你做完拼图噶啦，我搵人送你翻去瞓。我唔想翻去啊，我想留喺度。你唔冻咩？唔冻。我做完嘢同你一齐瞓。有冇料到啊？全港啲軍火佬都 check 過曬，最近都冇人入貨。我揾嗰啲字頭啊，都問過㗎啦。自從件事發生之後，個個都潛曬水。文哥，鑑證科嗰邊到而家都未查到出嚟喎。搞咁耐嘅，電腦對配好易搞掂嘅啫嘛。我再睇下啦。哦，咩豆？唔使啦。啱啱收到消息，鑑證科嗰邊嘅電腦全部俾人放曬病毒，乜都 check 唔到。咁即係有問題啦！早排 A team 所有嘅部署都俾人知道一清二楚，你搞咩？我 check 下對方用咩程式入我哋副電腦。你識搞電腦嘅咩？玩過遊戲機咯。你有所不知啊！我哋班等咬糧嘅老鬼咧，得閒冇事都學電腦。而家大口啊，電腦神童嚟㗎啦！真係估唔到，你都識得與時並進喎。睇嚟咩人開始欣賞我。想挑戰我哋，大可啊，可唔可以同佢連線啊？Sam 哥，差館嗰邊跟到我哋嘅信號，要求同我哋連線。唔該，家添。同佢講，我差唔多知道係邊個，佢走唔嚟。话佢知，叫佢唔好嚟呢一堂。佢根本唔知道我哋系边个，佢未够资格同我哋玩。话俾佢知，同我玩多1分30秒，我要知道佢系边个。好，就同佢玩下 ，send 啲料俾佢。
文举，以为自己是法官，去替天行道。法律有太多漏洞，那些衰人用作奸犯科的钱来帮自己脱身，我们不做事的他们就会消灭法律，这样对奉公守法的市民不公平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你一样是坏人。我只是杀坏人。你刚刚杀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女，这个是意外。杀了人就是杀了人，不用找借口。做任何伟大的事当然会有人牺牲的。这个是法治的社会，谁对谁不对应该由法律去制裁。你口口声声说替天行道，其实你个贪得无厌的贼。打仗是要钱的，这些钱给他们使不如摆在我们上，起码我们会拿一半出来捐给慈善机构。你没扮清高啊，我想我要修正对你的形容词，你不单止是一个贼，还是一个自恋狂的贼。那你又怎样？你老婆被人撞死了，你不只懂得躲在被窦里哭，你敢出来报仇吗？我跟你不同，我一定要帮我弟弟报仇。我暂时输了。你又知佢叫何湛森？佢喺半山嗰度擦身而过，我觉得佢好面善。后尾个追击手死咗，我先至记得翻，佢同个追击手喺埋一齐。我仲未记得起佢系边个。我揾咗三日翻嚟，将个范围缩窄成三个人，只有佢，有个细佬当差。即是年前离职被车撞死，以刚才跟我们的对话来看，他真正的目标是要找他杀死这个凶手跟他报仇。右脚上天花板那树，左手打开平衡，转一转你的右手，拉你的右脚去后面，左手指住前面， step 只右脚去后面， keep 住前面膝头骨是 bend 的， swing 你的 arm 上来 warrior 2的位置，好像眼睛望前，你的手腕黐在一起， push 过去你的右边，打开对手，眼睛望上天花板的树。我现在上回来，手腕黐实，帮我们做第二边，打开对手，平时约你吃饭仲难过上月球，今日你神咁早要我嚟揾你，一定有啲嘢啦。我都唔同你兜圈啊！上个礼拜我玩棋子输咗500万，冇得再劏，可唔可以借钱俾我？借咩啊？耐使啊！唔准话俾企爷知噶喎。梗系啦。不过我唔会还钱俾你噶，但系我可以俾其他嘢你嘅。够爽快！我陪你一个月之后，大家各不相欠，但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知，不去我宁愿买一间酒吧。好啊，就由现在开始啊！入了钱给我，我才是你的。今日五点前过数、嗯、今日上你屋企吃饭。你有病，想入去看我搞嘢？对不住啊，喺度睇住，有咩 call 我？收到。你走啦，我喺厨房啊。
使唔使你亲自下厨啊？要招呼你啊嘛，大少爷。洗手先啦，好快有得食噶啦。但系我想食你喎、啊。哼，咁快就唔听话啦，快洗手。好。唔使，难得你煮饭俾我食。你唔好再食啦，食我整嘅嘢。嗱，老豆，我警告你一下，你只可以话好食，唔可以话唔好食。如果你话唔好食啦，我以后都唔会再煮俾你食噶啦。妈，好咸啊！咸？系好咸啊嘛！我就系中意你咁老实。啊，你咁老实咧，应该好多女仔中意噶。唔好讲埋啲咁嘅嘢。老豆啊，自己喺柜桶攞钱啦。唔系啊，我以前成日都咁唔听你话，又话你一个冇用嘅警察，你会唔会怪我啊？做老豆嘅点会怪自己个女嘅？我希望你开心心啫。老豆，我以后都唔跟正啦。哦，咁咪好啦。边有一个星啊，赢得过老豆啊？喂，明哥，收到了，牙签咪到批军火，我出嚟。你唔食啦？包住柜，就帮我今晚翻食。唔得，今日瞓觉。嗯，知道，拜拜。我收到封九念心经嗰个系李善条仔，我唔想提呢个人。佢而家俾人通缉，我谂唔喺香港。仲讲？唔睬你。我冲个凉先啦。冲凉点可以唔遇我噶？等你好耐啊！出嚟！死八婆！你求财啫？开喺隔篱，钱我中意，我细佬条命点样俾翻我先？你系咁样可以夹到我走？我下边好多人喺度噶。警察，阿 Sir 咩事啊？而家怀疑你藏鞋？唔会咋？呢度边有人藏鞋啊？嚟啊！你唔会啫，呢度边有人藏鞋啊？文哥有呢度，我要打电话俾律师。不过差官慢慢打，全部塌晒翻嚟。李 Sir， 喂，塌佢度啫。啊，快啲，我嚟打声，打声。啊，嚟电咩啊？快啲，快啲。走。老豆啊，我胃痛啊。我出去睇医生。嗯，好啊，拜拜。全部落口供，我自己翻嚟。
头，同我 check check， 马前围道152号明远阁，所有嘅单位、业主或者租客嘅资料。登记业主是迷恋班的老板娘 Eva， 坏晒嘢。攞晒兵王啲钱之后，就离开呢度，带埋我走啊！你肯定唔可以留低，警察同兵王啲人一定会嚟揾你。你唔系话佢只系帮手捉兵王？现在已经捉到兵王了，为什么他还在这里？我们要跟他一起离开这里。我们跟他一起？是我们一起还是他自己走？你不要逼他了，你究竟了不了解？我不是跟你说。够了，你最好叫他离我远一点，不然的话我怕我不知道何时会忍不住一枪打死他。我问你一次，使唔使打电话？次次都撕票，我点信你啊？我冇得拣，你带我。三、二，我有益记，保证我有命出快，我俾晒你。咁多钱你点搵翻嚟噶？我卖糖噶。搵咗咁多钱，即系害咗好多细路啦。你知唔知20年后会多几多精神病人？我连呢啲都谂埋，我唔系黑社会啦，我做神父啦。啲钱喺边度？喺我屋企。啲钱放喺床褥下边嗰个暗格，大门密码系2822井。阿嫂，你冇事啊嘛？出去饮杯水先啦，呢个我搞掂得噶啦。嗯，你小心啲啊。哦。阿嫂，找到了，真的有钱在这里啊。
快啲走啦，差佬好快到。做咩仲唔出嚟啊？朋友，你个老婆喺我手嗰度，我嚟倾一倾啊！你放我大佬，我就俾翻你个老婆嚟。好鬼！打爆你个头！好鬼！冷静啲啊！好，冷静啲啊！你拉住我！你打死我点啫？钱又冇，人又攞唔翻，一个换一个啊！文哥佢咩事啊？坐咗四个钟头，喐都唔喐嘅。佢后悔俾阿 Sam 掹走咗，当时好大可能阿 Sam 就喺间屋度。佢次次同人碾亲啊，一唔顺就喺度掹自己噶啦。何湛生，你唔使查啦，你知我个底噶啦。想个女平安翻嚟嘅，同我合作。我系唔会同罪犯妥协。你已经冇咗老婆啦，想冇埋个女啊？你究竟想点？我细佬同你老婆都系兵王买凶杀嘅。你条命捉咗佢哋咩？我女朋友俾佢啲人捉咗，我想你帮我。我讲过，我系唔会同罪犯妥协。你帮我即系帮你自己，你谂清楚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按照我意思去做。个差佬应承咗帮我，不过无论点样。明早八点，你送佢个女去搭的士，俾佢翻屋企。呢本系你个护照，同埋瑞士银行个号码。你唔好再留喺度啦。你一定要翻嚟，见唔到你，我唔会走。你就是绑走我个大佬的人。是我啊。我大佬呢？我要见到我的人先。好。出来啊。交换啊！好，好出古话啊！我哋嘅能力你知噶啦。走了，留下俾我慢慢玩。
你好爱佢噶，我一阵就要你亲眼睇住你最爱嘅人点死。先啦，攬住我。唔好嚟啊！唔好嚟啊！唔好嚟啊！放低槍！唔好喐啊！放低槍！唔好嚟啊！唔好喐！對唔住，我要救我老公。文哥，阿 Ken 走咗，排骨追咗入去。封咗所有嘅出口。O K， 点解？俾五分钟我。等阵。小心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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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钱我交晒俾伊华，唔得，我唔会抌低你，我点都唔会抌低你。阿玉，你唔好逼我开枪啊！后边。我就想一枪打爆你个头，你好命，我就要揾你做人质。放低枪，
你放低枪，一马杀咗佢。杀咗佢，唔好理我。放低枪！你开枪我就杀咗你。做咩事？客人做紧嘢，唔入得去。我张成个女啊！客人做紧嘢，小姐。喂，你入得去噶？喂 ，Ken， 唔好啊！我唔理，我唔可以俾你死啊！放低枪！放低枪！站心，张博文，我哋终于都见面。同你交手，系我个荣幸。Sam 是属于我，没人可以抢走他，我会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 BB。冇事啊嘛，好咗呢件皮蛋衣。文哥，你个女喺出边等你。柳大华，其实佢仔仔都几靓啊。而且我发觉佢哋你嘅眼神啊，好似有啲嘢咁。咪乱噏啦！咩乱噏啫？我系女人嚟噶，一定比你更加清楚噶。你信唔信佢转个头走埋嚟问我食早餐呢？发梦啦！发咩梦啫？文哥啊，一切小心啦，等阵有排忙。好啊。讲多咗咩？行啦！